没有。而且十分里面你可以自己换。这一间影片当路人选还要10块还是要礼物啊？圣诞节快到了，上一次我是有做过一个圣诞节的影片，这神秘礼物呢，现在我们就一起做，最后看他们有什么反应。哇哦！OK， 这是第一个圣诞礼物 ，Let's do it， 圣诞相框，去做这个。我在 Mr. DIY 买了一个相框，为什么呢？就在上面做一个搓搓乐先。现在来做我们的搓搓乐。先在纸板上画底稿，再把各色史莱姆粘上去。开始画粗线条，现在就做完了，然后要画一点小细节。应该把我画得胖一点嘛，是没吃饭吗？哒哒，做完啦，把它封在里面。白色墨水没水了，栓 Q。下一个，家人们，我用10块钱的扭扭棒做了2棵圣诞树，完了3年的手残姐妹做给你。先准备绿色的扭扭棒，粗1厘米，盖上顶部，在底部中间位置用粘土填充，粘上底座，开始装饰。这扭扭棒，那个是整集都是扭扭棒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在这里。那我就要用扭扭棒做圣诞树出来。把扭扭棒都剪成毛毛虫，拿来纸折成圆锥形，扭扭棒扭啊扭，扭成5厘米的样子。再排排队，都粘上纸帽子。你们知道这里花了多久时间吗？我鼻子都出油了。你不留言支持一下，对得住我吗？你，我开玩笑的，大家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我们的圣诞树，看吧，哦，这个外面卖要30块吧，这个东西。下一个，所以是奶油胶布卡，第三个，中间那个视频，我就用，那个是我自己用 3D 打印机印出来的。如果你懂 Funko Pop 的话，是那个圣诞节的，我就来 OK 印出来。圈出来，可是它是一个史莱姆的容器来的，我们就一起做吧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史莱姆来做一个锁匙圈， Let's do it。 我们来开箱一下这个东西，我第一次，我没有看过，哦，这是3岁以上玩的东西，3岁的多18年。 OK， 所以它这个是讲它是不会粘手的史莱姆粘土，然后它会用24小时来干，送给其中一个幸运儿。 Oh my god， 也太随便了吧。哎，礼物比我其他礼物都再没有诚意一点。哎，我感觉抽到这个人会觉得他拿10块会比较好。哎，哦，抽到这个人会失望。这样多盲盒里面你选这个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哦，不要太后悔，不要太后悔。选这个还是10块？我的表情告诉你了。最后一个圣诞雪花瓶。OK， 所以就是
水和胶水的比例是7:3，加那些雪花进去，再把圣诞叔叔粘在那个瓶盖上面，刀放进去。OK OK， 这个很有趣，而且我觉得这些 DIY 都很容易做，很容易啊。但我们要做一个圣诞的，那叫什么倒立，你很倒过来它会有雪的那一种。Let's do it。打印出来的圣诞老人，直接开始上色。继续补上其他颜色。所以只要放7:3的水跟胶水。小动作那么多，你没事吧？搞错了，再来。上街派送礼物咯。这一打开来看，里面啊，然后你可以修那个礼品。哇，好美哦！啊，对，送给你了，一分1到10分。那多少啊？不要给100啊。好，好，拿钱，1块钱才交钱的，发送礼物，跟他给你呢，哦，最快乐的礼物。OK， 给你们选一个礼物。这三个是礼物。OK， 你打开来看。我现在再做一个挑战，请问你想要10块钱还是圣诞礼物？这就是一个圣诞活动礼物，给你拿一个。这样子可以拿free的。Yeah, it's for YouTube video. Yeah, thanks. 那打开来看喽，如果看你有没有后悔，可能你想要10块要多一点。对，你有后悔吗？来，哎呀，不错啊，蛮好看。OK， 好。最后这组人只剩下这个礼物。我问他们要10块，还是要圣诞节礼物？他们选圣诞礼物。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，哈哈。他们都说很好看，有反转。当我要走的时候，他们把礼物退回给我。不想说了，懂的都懂。姐，我们证明了，大家都不喜欢钱，大家都想要礼物。最后一个除外。所以就这样，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圣诞节，拜拜。